章子怡、汪峰的恋情自曝光后就一直成为外界的焦点。18日早上，章子怡与汪峰同游美国后返京，两人未避媒体，并未同时出闸口。章子怡当天率先走出闸口，她头戴蓝色斑点帽，身穿黑色紧身外套、白色休闲裤、黑色皮靴，从闸口出来就一直在打电话，随后快步走向贵宾电梯离开。而男主角汪峰则久未出来。据知，两人当天选择是深夜航班回京，想必是为了避开媒体和多人时段。汪峰、章子怡近来频频被拍到互动。本月10日，两人从北京一同搭机飞往洛杉矶。有目击者称，二人在飞机上同盖一条毛毯。前天，甜蜜同游美国的二人再度被暴露爱的踪迹，被直击在赌城拉斯维加斯出双入对。看来屌丝再怎么追章子怡，也阻挡不了他和汪峰在一起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